是不是以为我的皮肤很好？给你们看我的底妆多厉害！你们看，这完全是瑕疵皮的本命气垫呢。你看我的瑕疵都跑出来了，你看这有雀斑，然后又泛红，半边脸卸掉是不是差超多的？我现在也把这半边脸卸掉，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的黑眼圈跟雀斑都遮住了。我现在是不是这些黑眼圈、痘疤、瑕疵都超明显的？我现在就来上底妆给你们看。那我底妆用的是这一个美咖的零毛孔油雾控油气垫粉饼，像这样轻轻一按就超级无敌贴肤，就是很服帖的感觉。现在上完一边脸了，你们看是不是很轻薄，服帖度也很够，没有上任何遮瑕哦。给你们看这两边的差别，原本的黑眼圈啊、雀斑、泛红瑕疵都很明显，然后这一边拿过来就是非常的服帖，而且瑕疵都被遮住了。现在快速上完另外一边脸，你们看我现在两边都上完了，它的底妆看起来就很像那种皮肤很好的韩国小姐姐的底妆。重点是它这个底妆是全部油腻的，而且也很防水哦。你们看，完全没有掉任何底妆哎！我们今天就来实测一整天的妆感变化。那我现在就要准备出门喽，拜拜！等一下就看看一整天下来会不会掉妆。我现在就连逛街都没有掉妆。家到家啦，这一款气垫粉饼真的是超级厉害，持久控油测试通过。看我现在的肤况，出油之后不会显黑，也不会暗沉，持妆力真的超强的。我现在卸掉半边脸，你看它的遮瑕力真的很强，现在瑕疵都跑出来了。我现在再补个妆就可以恢复到原本刚刚的样子。一整天下来再补妆，它的妆感还是很完整哎。这个气垫真的超级厉害的，你们看这个补完的光泽感真的超级好看。如果你们不知道要买什么气垫粉饼的话，我真的推荐你们这个美咖的零毛孔柔雾控油气垫粉饼。